来，这个准备侧身呀，这个夹帕儿，你这样做啊，你现在啊，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啊，别把它从这种拎起来的感觉，尽可能的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啊，尽可能的是把侧身和夹帕儿做成一个动作。你看，准备，哎，侧，嗯，准备手过来，哎，侧，明白没说？你现在呢，感觉是有点这样慢，你。有时间这样做可以，如果对方那个球很高，有时间立起来可以，就是怕对方那种球比较平啊，给你的时间比较短，你这样就来不及，知道不是？侧身有时候来不及，哎，准备好，哎，侧，哎，打就可以了，哎，侧，打，别这样把它立起来，别，知道吧？把就是把这个侧身和夹盘这两个事儿同一时间内完成，就是侧的同时就夹好就可以了。来，嗯，来，准备，来侧，哎，侧，哎，就好了。对，来，准备，哎，哎，侧，这个手在这里，去，就可以了哈。哎，抖音。